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骑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一间394集的节目。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工作室系列第76号，来自于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的冲锋。那么看这个合会的话，就觉得它跟OK 你要说闪电或者是 Starscream 是非常非常像的。那实际上呢，它是使用了这个 Starscream 这个模具呢下去做一个改颜色的一个新的一个编号。那到底冲锋在电影里头有没有出现呢？有的啊，那它至少有三个镜头啊。首先是大黄蜂呢，在赛博坦星球一登场的时候呢，以一个车辆的形态呢撞倒了一个狂派的机器人啊，那个被撞的那个绿色的家伙就是他啊。那第二个镜头呢，是这个声波出现的时候呢，喊了一句 Decepticon Attack。要狂派进攻的时候呢，在后面呢也有一个绿色的尖头的西克小队的成员站出来啊，就是他。那第三个镜头呢，就是他呢跟另外两个西克小队的成员，一共有三个，那飞到了这个博派的一个指挥塔，然后呢发射一排很华丽的导弹，将博派的这个指挥塔给击碎的那个镜头里头呢，也有其中一款就是这个家伙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他严格来说吧，这个家伙登场的秒数可能比声波还多啊，所以声波没玩具，震波没玩具是应该的啊。这个家伙的秒数比较多，所以他赢了。当然这样说法的话呢，是绝对说不过去的啊。其实只是因为是相同的模具拿来用比较快啊，这个就非常非常容易去理解的。但是比较让人觉得纳闷的是呢，过去以往的这个冲锋啊都是红色的一个机体，这一次用了一个绿色啊，是着实是让人觉得是比较觉得奇怪了啊。那两者的模具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只有人形的时候呢，头部的一个位置呢有一点小小不同，其他的话呢关节的松紧度啊，造型上面呢可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啊。那我当时在做天王星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头啊没有把它完全推进去啊，这一次已经做了一个改善了，把它整个都给变形到位了。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部分，这个盖子的话呢跟天王星是一样的，都没有做什么修改，还是比较容易去崩开的。你要压紧之后呢，尽量不要去捏这吧，建议拿这个机器的时候呢，捏住这个比较硬的地方啊，就不要去扯到上面这个地方。然后呢它的一个底盘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底盘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有设计感的，那稍微捏一捏，有的没有了一体性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跟天王星相比，配色哪个好看，完全是端看个人了。那以狂派的标志来看的话呢，它的狂派标志呢，比这个天王星的话呢，要来的大一点点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它的一个忠诚度可能是比较高吧啊。那反正的话呢，电影里头呢，它确实是有出现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，就来示范一下啊，这一款模具的一个从飞机变成人的一个形态啊。我的习惯呢是从中间这个地方先把它给解开，因为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结构啊，先把它给分开啊。你可以看到人头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呢先把它的一个腿先给变完好了啊。腿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的话呢是这个部件啊，这个部件我们翻到这边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里啊内部是有很多的一个空洞的，我们先把这些部件的话呢给往外。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折，翻进来到这边整个折叠起来，然后呢往内塞进去小腿内侧，但这个时候呢先把脚掌给翻出来，然后呢透过这个地方这个转折，整个的可以把这些部件通通收进小腿内部了。那么这里的话呢多了一个垂直的尾翼，但是呢也不急着收它啊，先把这些部件都给整理好，这个地方翻过来到这边，好到这里，然后呢把它整个收进小腿的内侧，把它给往内塞啊，不对，脚掌要先翻出来啊，里头那个空间呢才能够腾出来塞进去，最后把这个垂直尾翼给放好，这个时候脚掌就已经 OK 了。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看到、头在这里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变手啊，这个部件啊拆下来拆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手臂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，手臂我们先把整个手给翻出来啊，这个地方翻出来，然后的话呢两侧啊，这两侧是可以往外掰出去的，然后呢把它给这个地方扣过来。那扣的时候呢，这块部件啊，这块部件跟这里啊有时候会干涉到，你就稍微去挪一下就可以了，扣过来，好，会听到咔的一声，表示说你有扣紧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头啊稍微翻下来，哎，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把胳膊呢给转正，然后呢拳头从内部转出来，这里
内部把它给钻出来。好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个部件翻到这里，我们呢将这两片部件啊，这两片部件这里是可以翻开的，两侧解开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一块部件，啊，飞机这个头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个卡扣啊，把它给掰开，掰开之后的话，往前面推到底，推到底，看到没有？让这一块按到这里，整个推到底，好，到这边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再把它恢复成大概这个形状，然后就穿过这个缺口到身体的背后去啊。那么呢，这两块部件因为没有打铆钉啊，有时候呢在变形的时候是会掉的。那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试着把这个地方卡下来，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好的，那么呢，再把翅膀啊，原本是卡这个形象的，我们可以先把它往后面推一下下。那这个变形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已经快要完成了。那么在最后的话呢，以这一款玩具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部件只要把这里往后折到这边，那你要往前放还是要往后放，这个我觉得看个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它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机翼啊，Starwing 是往上折的，那么这款冲锋呢是往下收。我们来看到这一款，我自己是觉得也蛮帅的冲锋的一个人形状态了啊。那刚刚在变形这个胸口这个部分呢，刚刚呢没有变到位啊，是要把这个整个黄色的部件呢塞到这个内侧去啊，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个肚子呢才不会那么样的一个巨大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头上呢多了一个，就是硬是把它做成是类似三尖头的这个一个造型。那它跟原本的一个 Starscream 的话呢，就会有这么样一个差别。它的话呢，就是脖子侧边啊，没有任何的领口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等于是你应该说它是一个这个有帽T 吧，有一个兜帽的一个衣服的感觉。其他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一个背后的这个翅膀的处理方式啊。先前的这一款这个 Starscream 的话呢，是让我们把这个翅膀是往上斜上放上去的，这一次的话呢是往下折。你说哪个好看呢？其实我真觉得这一款改模呢，虽然是改的，就是真的是只有改一个头部啊，但是它在说明书里头就教我们说这个翅膀反过来折啊，当然这个 Starscream 也是可以完全反过来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在配色上呢，还有这个头型，还有这个翅膀上呢，给我们做一些小小的一个引导式的脑补，好像不同人物的这种做法，我只能说算你有成功啊，算你有成功。唯一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比较奇怪的，只是说呢，为什么这个配色的部分啊，这个先前的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这以往你都是红色，你就用成绿色。不过这个反正官方说了算吧啊。你也可以给这个家伙取名叫其他的名字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弄冲锋呢？啊，这当然这个也是真人电影一直以来的一个诟病吧。有时候呢，就像这个闪电啊，明明是 Starscream， 他帮你说的是闪电，也是随便他怎么说的了啊。那我们大概看一下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他这一次这个面雕的银漆呢涂得太厚了啊，并不算非常的精美，比较可惜了啊。然后这个地方这个黄啊，也涂得稍微有点廉价的感觉。跟那个 Starscream 是完全一样的啊，然后头部的这个部件的话呢，绝对会影响你去转动它的一个头了啊，你的头在掰的时候就只能，幅度就会变得非常之有限了啊，手臂的平举、360度的转动、二头肌转动都是有的，那拳头的话呢，只能够往下翻啊，不能够做任何的转动，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一样是会往下垂的。那这两块部件的话呢，刚变形的时候呢，想一想还是把它给翻出来好了啊。那这个脚前后踢，然后内部的话呢，有一个内部骨骼的感觉，看起来还蛮酷的啊。膝盖的关节比较偏紧，但是我手上这一款这一侧的髋关节感觉好像比较弱一些啊，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结实啊。后方的造型啊，就是如此这般的啊，把它变成是一个往下折的一个形象，这样看上去好像三尖头的感觉就是会更加的强烈啊。我们对比一下这一款啊 ，Starscream 感觉就是。啊，更加的一个嚣张吧，这个部分，两者就总而言之啊，这个改变的方式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可以接受的。那你喜不喜欢的话呢，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。那我个人是并不后悔入这一款玩具，而且它的价格呢，比起最近也是 Voyager Class 的那个营救车啊，86号那个营救车来讲，这一款的价格目前比较低啊，比较低，台币不用1000块钱是有机会可以入得到的啊。那载具的话我也比较喜欢啊，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